不是说要你们点，是说看一下土耳其咖啡怎么煮。哦，有机会你们可以点来喝了哈。好，来来，我们现在这边，那我们点来。再点去。好，两匙的咖啡，好，两匙的咖啡。没有。然后是等下去 add it over there。Yeah。How many cup do you want？ 大概会。Cup。嗯。Cold water。看一杯的冷的水放进去，啊，一杯冷水进去。然后煮咖啡就是放在这是沙，那沙可不可以煮？不行，下面有一个加热器，把这个加热。所以因为铜是很容易什么导热的，它很容易导热，所以就这样开始煮这个传统的土耳其咖啡，这样煮。Real Turkish coffee has to be a little bit high. Yeah. If you use the higher fire, you can. 然后传统土耳其咖啡煮法，它是要用温火、小火慢慢去煮它。哦，它不能大火煮哦，一定要小火这样煮，这才是对的哈。好，这样的味道才会好。这是传统土耳其咖啡的煮法。没关系。哦。你看它过了几分钟，你看它开始会冒泡，不是美的冒泡哦，是因为差不多要好才会冒泡。冒泡了以后，它就好，它会先把它放在这边哈。好，你看了，看了，你看了，冒泡了吗？还没冒泡，哦，快了。你看了，she put in the bubble。哦，它一开始。And later she's put again。它把那个泡泡倒进去，然后再煮一次啊，哦！你看，有没有？再煮一次，煮两次。In Turkey, we drink the coffee without sugar. 哦，好，那这边。Most people choose prefer to without sugar. Without sugar. And nearby, they are giving you some Turkish candy. Yes. The Turkish delight.哦，然后传统他们土耳其喝咖啡不太放糖的，但是因为胜利了，他咬下了，他会倒杯子吧？对，他会倒杯子。他跑掉了，这是别人的吧？我们现在首次试用，放在桌上来拍，然后来喝我的人生第一杯土耳其咖啡。然后赵导游的说法，我要把它转过来。虽然老板没抽烟，但是客人很多都在抽烟。我的妈呀！客人也是。哎，他说要先喝一杯水，漱口。对啊，然后喝一杯这咖啡，含渣渣的咖啡。之前在啉药啊，这个我很不可以。哦，我的娘啊！你用国际啊？你用国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干嘛的？最济啦，你可以吗？还好呢。这个很可以，好啊，那个太甜了，不是这个，果然是像网络说的，它渣好多好多，你就觉得你是把那个咖应该要那种滤挂式的咖啡拿来直接弄，然后直接喝，这样就是把渣都喝下去了，所以是要等它沉淀一下下再喝。我来来分安尼啦，用吹啊吹，这杯可能啉一点钟吧。哎，第二次喝就好多了。不会啊，
是你的渣，你要不要来分的？敢分的点过，分的过。会啊。可以可以可以。我分到成安尼哦，不只分的，分乌乌安尼。好吧，生命总会找到出路，可以不要喝到渣。看一下这个咖啡是这样，那其实这个杯子就是像我买那种可以这样子拿起来的咖啡杯，可是那是玻璃的啊，这个是这个也是，它也是可以拿起来。啊，我们不要给它拿，等一下给它弄破。哦，但是我发现这个葡萄汁很好喝。然后来开奖，土耳其软糖两颗。两颗，然后说甜到不行，但是应该是要喝啊，慢慢就一小口一小口，小口不会这样的。哇，人生第一颗土耳其软糖，就跟我们那里的那个什么，新港的软糖啊，是不是一样？一样啊，港的对不？啊，这土耳其人家，那人家里面有内底有物件呢。咱的遐，咱的新港的软糖啊，嘛是有包啊。内底是土豆，对啊，咱听嘛安尼啊，像无糖的。要录到我喝完，可能三个小时了吧？我们先关掉，待会再录。好，我喝很久了，我们现在来拍最后的喝后感，就是这个跟这个一定要配着喝，就会好喝。啊，它虽然很甜，对不对？啊，它很苦，啊，两个这样。要不要叫来点无啊？他真的要他啦，那只有他不行啊，这个只单吃也是很苦，还会黏住手都不会掉下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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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豆子抓来我吃啊，好好喝哦。不是你那个甜甜的，你被淋的，你被淋的葡萄珠啊。啊，好好喝哦。我淋的好喝哦，安尼够济哦你。小诺，你就别淋的。我外来啊冰，我都淋袂落去，冻到来。我来烫水啦，你爱烫水的。好，那二姐啊。土耳其咖啡不可以停下来很久再开始喝，因为你刚刚开始喝不好喝，可是慢慢喝越来越好喝，你再停下来你又要从头开始喝，又感觉又开始要从第一个感觉开始喝，所以就是开喝就要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你就觉得还不错喝。报告完毕。转走，他们试喝，我来拍你，你们才不会觉得是我做怪。因为他家的朋友都很怪啊。对，啊，先看这个第一口试喝的人，你看这什么表情？这什么表情？这什么表情？哦，我先不要喝吗？然后喊救命要吃糖果，哎，一口就吃完了，等下没酒啊。真的很难吃。哎，本姐，哎，本姐，我这一半。越吃越喝越好喝吧，一口都会比较慢慢喝，这个也是不能停，这至重要的，太甜了，好不好？因为他先放一颗糖在里面，我可以，我应该跟他讲，我刚才也说不要放糖，可是来不及，他都先放糖才放那个，太甜了，我觉得我的好像没有糖，有有都有，他都先放，他是说糖跟咖啡一起煮。太甜了，那我还要配这个吗？像中药要一口要干杯。你看，是啊，不是我说像中药。然后这个更奇妙，这个刚刚说喝起来像什么？泥水。这个
捌食过土沙糊啊。太甜了，这个人接受度最大，一点都不苦，太甜了。没有，他也不觉得那个渣渣。我刚刚一个刚刚我一种巧克力的味道，有可可的可可粉那种感觉。好，大家的初体验都不是哇，好好喝哦。这个很豪迈哦，我喝了3分钟，他3秒钟就把它喝完了。比较可。